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春林，我是马来西亚全球易经风水命理学院的院长。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退神的要诀。退神很多人不会退神。退神退得正确，能够居家平安，顺利把天神地神把灶神能够送回云霄宝殿，居家就能够平安顺利。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做退神的一个示范，送神的一个示范，请大家看视频。天神天官以及送走灶君以及送走五方五土及贪官地主也，宣观世音菩萨做主让这个今天的退神送神能够成功顺利，在此感谢神恩，感谢佛恩。在今日良辰吉日，在2022年的农历10月初一这个良辰吉日在这边要将天官天神送回天庭。日落山，鼓落雷，君来弹琴下了架，马来弹琴下了蛙，龙来弹琴归南子。拜天官天神在这边地主来这边请示天官天神是否已经归回天庭，示化警示一个圣杯让地主了解来化金银财宝，再次感谢神恩情。天神天官凝视看是圣杯看有没有要归回天庭，感谢神恩情。感谢天官天神请回云霄宝殿弟子拿金银财宝来答谢天官天神的庇佑感谢神恩，感谢天神天官的庇佑现在请你归回天庭。今日公元2022年的这个农历10月一日良辰吉日在这边这个因宅主因其有不便要搬家邀请灶君归回天庭在今日良辰吉日归回天庭。那这个主家敬备鲜花素果金银财宝来答谢灶君的照顾再次感谢神恩。金纸一张化作10张，10张化作100张，100张化作千千万万张，化作财源通报，四字分明，大神得大分，小神必平分。赵君弟子在这边请示赵君是不是已经归回天庭归回天庭的话，允诺归回天庭请示一个圣杯让弟子了解感谢赵君的庇佑，感谢赵君的指示。这个主家敬备鲜花素果金银财宝来答谢赵君请赵君以后归回天庭在这边感谢赵君的庇佑，感谢神恩。天猜猜地猜猜，列为正神降临来，阴神阴落去，阳神阳落来，不可阴阳单见脑猜猜，我王母仙娘拜起兵点起将。退神退回云霄宝殿，请示一个圣杯让弟子知道，感谢神恩。OK， 好了，这个不要了，不要了，对对，反正香拿去烧化掉就好了。OK， 纸包起来，看，大看一下来。天官四五，要送回天庭拜请天神天官灶神五方五土贪官地主爷现在要把你的这个牌子烧化掉请你回天庭在这边感谢天神地神灶神的庇佑，感谢神恩。再把它放上去了，好好，来整个放上去，好，放上去，怎么放都没关系，我放上去就好，各位就这样，对，就这样放。天神已经退掉了，退神退掉了。我们把这个灶君把退神退掉了，大家看一下。五方五土龙神以及贪官地主神已经退神退掉了，看一下这边。